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659页，659页，倒数第三行，从第三个字看起，其初三人全同本性。我们前一节课学习了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十人，很重要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要想成就，都得成于人。能忍最后有成就，不忍呢多半都失败了。所以佛教弟子修学法门，法门无量无边，每一个法门都要忍，净宗也不例外。这个十种人好啊！我们用了两个小时学习，今天接着看。说其初三人，就是十人里面前三人：应祥人、顺人、无生法人，跟我们这部经上面所说的完全相同。又是人品曰，这还是华严经是人品曰的书：若闻真实法，不惊不怖不畏，信解受持，爱要顺如，休息安住，是为第一随顺因身人。华严经是人品里头前面我们学过，现在跟此地所说的合起来看这个意思就非常清楚。佛给我们说的真实法，可是众生怎么样？众生听了害怕，听了之后不敢学习，
世间法都认为有生有灭，人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一灭，矿物有成住坏空，这是自然现象。那佛告诉我们，这全是假的。真的呢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我们就听不懂了，跟我们所理解的怎么完全相反呢？佛说的是真话。现在科学很发达，科学家呢，他们证明了，比如说《般若经》上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科学家在最近20多年发现了物质，物质究竟是什么？这个秘密揭穿了，物质现象是假的。好像是德国普朗克博士，他是量子物理学家，在他的研究报告当中，根据他研究的结果，他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是个幻象，让我们产生错觉，它根本就不存在。我们听了佛经上这样说法，现在又听科学家这个说法，让我们感到迷惑了。物质明明在我们面前，静是我们的身体，再远一点是我们居住环境，这怎么不是物质呢？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，物质现象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又说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些话我们听了，真的会惊会怖佛怎么说出这些话来？不近人情呢？大家都这么说的，你为什么不承认？大家都迷在虚幻里头，佛呢？佛看到真相，诸法实相，一切法的真实相。真实相，真实相不存在，没有。相有没有呢？说相有，体空，这个好懂。相有，相是空的，这个不好懂。为什么说它空的？那就这现在就在讲了，这个物质现象它寿命多长？一个画面它存在的时间多长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了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单位是百千，100个千，10万。换一句话是32亿乘10万，
我们把它算出来了，320兆这一弹指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一秒钟能弹几次？一秒钟，身体健康，年轻小伙子有力气，可以弹7次，撑起。那一秒钟，我们今天用秒做单位，那就是2240兆。做秒做单位是啊，2240兆分之1秒。这一个画面存在的时间就这么长。为什么我们感觉到这些呢？它前面灭了，后面一个画面又生了，一个接着一个。啊，速度多快呢？就是刚才所说的。啊，2240兆分之1秒。一秒钟它已经走过去多少个了画面了。2240兆。我们算一张一张的算吧，啊，2240兆的这个画面。我们今天看电视，啊，电视一秒钟多少个画面在那里波动？100个。我们看不出它的破绽呢。那现实的环境是2240兆，你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？佛知道，啊，我们怎么不知道？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真心，都用妄心。妄心看到假象，真心看到真相。真心就是我们经体上所说的清净，没有染污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心染污了，你看有贪嗔痴慢就是染污，有名闻利养，有五欲六尘是被外面环境染污了，贪嗔痴慢是自己内心的染污，内外全染污了，所以只看到幻想，把幻想当真。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，六道轮回是假象啊，设法界也是假象啊，不是真的啊，我们把它当真啊。六道轮回设法界从哪来的？是我们念头变现的，我们的善念善行就变现三善道啊，天道人道修罗道，这三善道。如果念头不善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功高我慢，这样的念头，这样的行为变现出是三恶道。贪婪魔鬼道啊，当然原因很多，主要这个原因啊，鬼道主要的是贪。那这个贪并不是专指贪财，贪名贪色贪财贪虚荣，这都包括在里，甚至学佛者，我世间法不贪，他贪佛法，那还是贪呢、啊、
啊，学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多三卧道，不过他贪的是佛法，他在卧道里头啊，他受的苦少。啊，如果他贪的是虚妄的，是邪的，不是正的，那他受的苦就多了。贪是魔鬼道啊，嗔恚是地狱道，愚痴是畜生道。这是讲许多许多因素里头第一个因素。啊，那么天道第一个因素是上品是善。啊，人道第一个因素是五戒，是五伦五常。啊，这个佛法没到中国来，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的五伦五常跟佛的十善五戒内容完全相同。事出世间一切法从心想生的。啊，就是善恶的念头啊，善恶的言语，善恶的行为也从这儿生的。啊，那天堂也是人造的，是从你善念生的。啊，三恶道是恶念生的，就这么回事。啊，佛给我们讲真话。啊，真话就是说穿了，我们今天看的物质现象，就像看电视一样。啊，电视的频率太高了，啊，我们这个应该中年，小时候还看过电影，那个电影是怎么回事情？是动画，啊，现在讲动画，啊，这是一卷电影的底片。啊，这就是动画，啊，一张一张连续起来，它在放映机里面，速度多快，一秒钟24张，啊，24分之1秒，这个频率就把我们两个眼睛骗了，我们以为是真的，啊，看得很起劲，不知道它是动画了。1秒钟24张啊！啊，从前老的电视黑白的，是1秒钟50张；现在数码彩色的，1秒钟100张。啊，我们讲里头的一张，你就知道是假的了。啊，不要说电视了，啊，我们就拿这个动画，这个影片，把它放在这个放映机里头。这些东西，我年轻的时候都玩过。我们把24张、23张都涂黑了，只留一张，在放映机里面，放映机打开，让它投射到荧幕上，看到这个画面什么？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有一道光一闪就没有了，光里的什么东西完全没有看到。就是看到光一闪就过去了。啊，要看到里面的形象呢，大概要把速度调整到
二分之一秒，或者三分之一秒，啊，能看到什么呢？能看到好像有树，啊，好像有人，啊，人面目都看不到，都看不清楚，好像有这个影子，啊，二分之一一秒啊，哎，看到了，哎，看得比较清楚，我们有个概念了。三分之一秒以上的时候，概念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你看看，二十四分之一秒，只看到一道光闪了一下，就没有了。这个现象我们能够理解啊，我们现前在生活当中看的现象，不但是世间法，除世间法也不例外。全都是2240兆分之一秒，单位是兆，不是亿，不是万。我们怎么能看见？啊，它一个画面一个画面连续起来，我们是在看电影呢，啊，高频率播放的电影呢，没有一个画面是真的。所以佛把这个现象形容为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啊，有为就是有生有灭，啊，六道有生有灭，设法界有生有灭，啊，设法界里最高的是佛法界，叫有为法了，不是真的啊！所以佛才说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你怎么能得到？不但得不到，身体都得不到。啊，身体也是在这个频率所产生的幻想。啊，那么这个现象被量子力学家发现，最近20多年。啊，那么知道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？从念头上产生的。啊，这是科学家讲微中子，这是物质现象最小的，没有比这更小的。打破之后，物质就不见了，没有了。看到什么？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。啊，告诉我们，频率太高了，很快。啊，没有说出数字，弥勒菩萨说出数字。啊，告诉我们高到什么程度？一秒钟，这个生灭次数是2240兆一秒钟。啊，念头呢？念头也是的，也是在这么高频率之下所产生的。啊，现在科学家第一个物质现象搞清楚了，现在就搞第二个，念头是什么？我们有理由相信，20-30年之后，科学家会发现。发现念头也是假的。
不是真的。啊，它也至少也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啊。所以佛说，凡所有相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没一样是真的。你把它当真，错了。啊，你不把它当真，它不碍事。啊，讲到这些地方，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。啊，因为这个比喻大家都看过电视。我们把电视的屏幕比喻作真如自性。它是万事万物的本体。啊，电视频道上的色相，那就是凡所有相。啊，它离不开屏幕，离开屏幕它现不出来，它没有。啊，但是它所现的相是假相、生灭相，屏幕是不生不灭的。啊，就是我们屏幕还是生灭的。啊，我们把它比喻，因为它的生灭我看不出来，我看不它同一个相。啊，频道上的色音声色相，这个我们能感出来，它刹那刹那在变。啊，宇宙的本体是自性，就是真性，真性没有相。啊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它什么都不是，它能生现象。啊，怎么生的？它要动摇了，它就会生。它不动，它不生，像水一样，水不动，很平静，像一面镜子一样。啊，风一吹，小风啊是小浪啊，大风是起大浪。啊，没有风，它就不起浪。我们起心动念就是风。啊，真心就变样子了，就变成妄心了。啊，妄心就现象。啊，现象不执着没事，假的，那执着就自生烦恼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佛在经上说这些。我们就不会感觉害怕了，而且我们能接受。为什么？我们要学习。啊，一切现象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就没事。这个人就叫做佛陀。啊，佛跟我们凡夫没两样，是一不是二。他觉悟了，他明白了，他不受外面境界干扰了，这就是佛。啊，凡夫呢，把这些幻象完全当作真的，喜欢的他要保持，保不住啊。他还要保持啊，不喜欢的他排斥，都是错了啊！啊，这就是把它当真了，没有真的。真的是什么？能生能现的自性，真心叫真心，真的啊，真心是清净的，慧能达斯开悟。悟什么？悟个真心。真心什么样子？他说了五句话，那就是真心的样子。啊，第一句他说：“本自清净。”啊，真心从来没有染污过。啊，第二个，
它不生不灭。啊，你看妄心有生有灭，念头啊，妄心是念头啊，念头有生有灭。啊，而且常常在转换，善念转成恶念，恶念转成善念，啊，不停地在那里转。啊，第三个现象，本自具足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告诉你什么？你不要到外面去求，外面什么都没有，假的，不能解决问题。能解决就真的，真的是本自具足。第一个，他把本自具足的内容分作三大类。第一个智慧，智慧是自性本有的，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无所不知的智慧，无所不明的智慧。自信本有的。第二大类是德能，啊，你的能力也是无量无边，你什么都能造。啊，第三个是相好，那就是所有一切的现象，全都是自信本来具足。极乐世界美好，要知道是本自具足，不是外来的。啊，阿弥陀佛神通广大，能造极乐世界。这种德能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，没有哪个比哪个高，哪个比哪个低，没有，平等的。啊，所以《华严经》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所以佛法叫我们求，从内不向外，向内求，就得到了。向外面得不到，外面得到是假的知识。向内呢，这是智慧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，知识不行，知识有很大的局限性，而且还有后遗症。科学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地球上，大概400年。演变到今天，我们都看见了，我们得到科学一点便利，但是它带给我们的麻烦，我们两个比较一下，得不偿失。啊，科学技术造成了核武，生化的武器，这个武器能够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生物，让住在地球上的人呢没有安全感，这个很恐怖啊，安全感失掉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住在地球上苦啊，不是乐啊。那在以前科学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没有这个核武，没有生化武器啊，打仗是有限的，伤亡也是有限的。现在连核爆，连细菌都不能存在，真叫灭绝啊！可不可能呢？非常有可能。
啊，所以在二十世纪末70年代，英国汤恩米博士，我们的看法，这个人是菩萨化身的，大慈大悲。他经历第一次大战、第二次大战，啊，那么他最担心的第三次大战，对，第三次大战，地球就毁灭了。如何防止这个战争不会发生？他晚年几乎天天都是这个念头。啊，他想出一个方法。我们相信他对于中国历史了解的透彻，大概在中国也找不到一个人能跟他相比。这是个历史哲学家，专门搞文化史。啊，我相信他是从夏商周三代得来的启示。这世界要有一个政府，一个国家。啊，把世界统合成一体，这个战争就不会爆发了。谁来统一呢？他提出是中国人，而且说得很明白、很清楚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啊，大乘佛法确实传到中国，印度现在没有了。那么中国人用这两样东西来统合全世界，就像夏商周三代，夏商周三代的统一是文化统一。啊，每一个国家它还是主权国，啊，但是有两种是统一的，一种是书同文，文字统一，车同轨，啊，造这个车辆的时候轨道是统一的，啊，这一个是交通，一个是资讯，啊，这是统一的。啊，他们对中国文字非常赞叹。啊，像瑞典高本汉博士，他告诉人，汉字不能改，文言不能废，经书必须读。欧洲人呢，读中国书的，他给人说，如果真有来生，他来生要投胎到中国来做中国人。对于中国文化的了悟，啊，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呢，哎，好像是有这个样子，要靠我们努力。啊，我们看到习主席，他就任之后，啊，访问许许多多的国家，他的谈话，他的作为，啊，好像是从群书之要，从老祖宗的智慧论
得到了许许多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啊，如果世界朝这个方向走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地球上将来会有千年盛世。这个盛世不是地区性的，不是一个地区一块，是全世界。全世界会有非常幸福美满的时代出现，人类的福报啊！啊，祖宗为我们创造了这些基础，我们只要在这上扎根，好好去经营，一定能开花结果。啊，那就是像高本刚讲的，汉字不能改啊，我们要学文字学，要学声韵学，要学训诂学，这三样东西学会了，这古时候中国的小学啊，小学通了之后，第一步重要的四书啊，四书什么？是儒家的教学的根本。啊，根本的理论是中庸。中庸讲中和，中不偏不斜，啊，和是和睦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啊，讲诚，讲仁，讲爱，理论的方法是大学，从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老祖宗讲得好啊，我们要相信啊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在中国实现了3000年，光中国这个地区出现太平盛世，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太平盛世，那就是通过实验的，这就是今天科学的精神，通过实验可以形成啊，只要我们肯努力的学习，能达到祖宗所做的效果啊，我们对他要有信心。今天外国人的信心比我们要高很多倍也。我们自己没信心，啊，所以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随顺古圣先贤的教诲。啊，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啊，幸福美满里头包括真实智慧、健康长寿。
啊，每一天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，快乐。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，没有不适宜的。完全显出的是正能量，没有负能量。啊，身修家齐，国治天下太平。啊，用文化了，不用武力，不用政治，啊，也不是科学技术，也不是经济贸易，是中国传统文化。我们对祖宗要信任，要恭敬，要感恩，要向他们学习。啊，他们的心清净、平等、觉而不迷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瞧不起祖宗，认为他们落伍，他们没有科学技术，错了，他有，他懂，懂不发展。为什么？如果早发展，可能这个地球已经毁灭了。爱因斯坦如果是中国人，他懂得原子弹，他决定不会说出来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东西说出来是利少弊多。在日本投两颗原子弹，日本投降了，小利，后患无穷啊！那个时候不造原子弹，日本人已经国力已经不行了，很多人估计顶多他才能再有1年，非投降不可。啊，死多少人？连15、16岁小孩就要去抽去当兵，你说这个国家多凄惨啊！发动对中国战争，这样的收场，这是给世界凡是有侵略野心的做一个榜样啊！啊，现在用核武，那就是用铁。是以全世界为对象的，发动战争不是局部的，太可怕了啊！所以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核武战争没有胜负，是同归于尽，这一句话提示很重要啊！你活得不耐烦了，让全世界的人跟你同归于尽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。这种人不是傻子，是狂妄。啊，他没有智慧，愚痴到极处，造这么重的业。啊，死了以后，无间地狱，永远不能脱身的，太可怕了。所以人这个字多重要啊！能忍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，不能忍就要出事情啊！所以佛教给我们啊，要信戒受持，
爱乐顺如，休息安住啊，啊，这个安是平安的，安从哪里？从平等来。啊，世界社会为什么动乱？不平等，贫富差距太大。啊，真正懂得政治，从政第一个目标就是把贫富拉近了，人民就富了，人民就感恩了。啊，才能安住在地球，是为第一随顺影响人，影响人里头有这么深的意思在里头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影响人也。又曰：此菩萨随顺其境。这就是学问了。什么是真路？什么是罪路？什么是永恒的路？就是极尽这两个字。啊，极是指心，真心，真心一念不生的。啊，所以菩萨明心见性，大道圆满的时候，叫寂灭人。妙觉如来，他真的啊，即在弥陀净土里面称为常寂光啊，常是不生不灭，啊，即是一个念头不生。一念不生，光是智慧，是自信本具的智慧，普照全宇宙啊！啊，佛法里面讲的遍法界虚空界，常寂光普照。啊，常寂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我们全在常寂光里面。啊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啊，只要证得常寂光这些诸佛如来，他们统统知道，统统看到。常寂光是发生，常寂光没有现象，所谓物质现象没有，精神现象没有，自然现象也没有。啊，由此可知，它本质就是一片光明。啊，这个光明我们见不到，我们身在其中而不知觉，没有办法觉知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心是动的，寂静没有了，寂没有了，是心动了。啊，静没有了，静没有是身动了。
动了，身口意三业全都动了，这就是六道凡夫。啊，菩萨呢？菩萨他身心都不动，身口意三业，他随顺即净，即净就是性德，就是真心，随顺真心，他不用妄心。妄心是起心动念，我们今天讲思考、思维。啊，思考思维都是染污，真心上面的染污。啊，菩萨随顺，菩萨应化在世间。啊，他来干什么？两个原因啊，自己没有成佛，要在六道十法界里头去修随顺即净。啊，不在这个里面，他没法子修啊。一定要境界先前，你眼看得很清楚，耳听得很清楚，心里面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没有被外面境界干扰，这真修啊，这是菩萨啊！离开这个环境，找个深山，挖个洞，在里头打坐进修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他要离开深山，都市里逛一趟，心又动了。真修要立思练心，啊，离开五欲六尘，你到哪里去修啊？你没得修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，人家怎么修成功的？啊，阿罗汉什么本事？六根在六尘境界里能够不执着，他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就是阿罗汉。我们就不如他，不但我们不如，28层天他也不如啊！所以他超越六道轮回了，不执着就出轮回了，执着不行呐、执着错了，为什么？一切法，一切现象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你要执着它，你就亏可吃它了。所以不执着。啊，学顺人，这叫修道。啊，菩萨比阿罗汉高，菩萨不但不执着，还不分别，没有分别。啊，阿罗汉不执着的清净心，菩萨不分别的平等心，比阿罗汉高。啊，最后不起心不动念，
连不起心、不动念的习气都没有，那就圆满了。你成佛了，这个佛了不起，这个佛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它比等觉还高。通常一般讲成佛，初住菩萨就成佛了。为什么？初住无明断掉了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他生在十宝庄严土，证得的是报身。啊，十宝图里面有41个阶级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等觉，41个阶级。这41个阶级，你要问他们全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那怎么还有阶级？这个阶级怎么分的？习气，习气有浓淡不等。啊，初证得的习气很浓，是吧？很重。啊，修了很久的时间了，习气很淡。很轻啊，通通断干净的才能成正觉，才是妙觉位啊，那就圆满了。妙觉位怎么样？完全融入常寂光了，发生真的真正发生，不是知道，他跟法身融进法身，就是他到常寂光里面去了，再找不到他了。常寂光没有形象，也没有念头，啊，就变成常寂光。常寂光可是充满了智慧的能，能现一切现象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能现。那为什么现象呢？帮助那些还在迷惑颠倒没觉悟的人，帮助他们。所以随类现身啊，啊，这些什么通通是自性里本有的，千万不要以为自行外面去找全错了。所以佛法叫我们回头到自行去找啊。那么现在有困难，我们眼睁睁看大乘在中国过去形成的八大宗派，啊，现在呢，我们搞净土，现在净土还有，除净土之外，好像都没有了。贤首宗没有了，贤首是以华严为主修的，啊，现在没听说人专攻华严，专讲华严，没听说了。天台宗是法华，那法相宗是唯识，瑜伽师地论是他主要的些典籍。啊，楞伽经在中国有3种翻译，
许禅宗用它做引信。啊，戒律，大小乘戒律。现在只有台湾国清法师。啊，他学这个戒律，讲戒律。还有这么一点痕迹在。啊，其他宗派没有了。啊，禅宗大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用楞伽引信，五祖以后用金刚经引信，啊，都没有了。啊，三论、中论、百论、十二门论，啊，那么密宗、藏密还在，啊，还像个样子，难呐。找一个老师都找不到了，那我们真想学怎么办？真想学有办法，没老师也有办法，只要遵守老师的修学理念跟方法就行。啊，现前还有例子在。祖宗教给我们什么方法？什么理念？理念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没老师不要紧，你学一部经，天天念它，别打妄想。啊，譬如我们修净土的无量寿经，没有老师，你就念无量寿经，要念多少遍呢？1000遍。啊，不要求解义，一定要知道，经典的文字是没有意思的，因为没有意思。他在运用的时候，无量意，真实智慧。啊，怎么讲？深讲、浅讲、长讲、短讲，啊，应各种不同的讲法，无量无边，太丰足了。跟世间法不一样啊。世间文字只有这个意思，只有这个想法。佛法的时候，一句话一个字，能给你讲100年讲不完。这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要开慧，佛法教学就是要开悟，把自性里面的智慧引发出来，这就毕业了。这个毕业就是禅宗里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教下叫大开圆解，净土法门里面叫理一心不乱，名词不一样，境界相同啊，所以无私可以自通，遵循古人的办法可以自通，学一部经。啊，那么在我们的先前，我知道有3个人，
刘素云居士，他读无量寿经到现在不止3000遍了，20年了，一天念10个小时，你就算着，其他的时间念阿弥陀佛。你说他有没有得一心不乱？我看到这个现象不必问，当然得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与浅深不一样，有浅有深。人家20年了，佛法是法，你去向他请教，他都给你讲得头头是道。啊，念经就是叫你念，不要求解义，啊，这个怎么讲法不求，啊，也不要听。念经就是，念经是干什么？是修定，是修念佛三昧。用读经的方法修念佛三昧，要明白这个啊！你还研究什么意思？你就坏了，它没有意思。那为什么它的题是极尽的？极尽哪来的意思？啊，极尽到极处，极尽光通，那智慧开了。那个光是智慧，通了，是自信里的本有的，不是外头的。啊，所以你多想想看，释迦牟尼佛，他给我们表现的是榜样啊，是模范的。啊，他19岁出家。放弃国王的继承权，放弃宫廷富贵的生活，他去当苦行僧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这个苦行僧的生活过一辈子，不是几天几个月，啊，佛陀入灭是在树林里头啊。我们今天讲森林啊，不是在房子里面。啊，那么他是知识分子，为我们表演的广学多闻。在那个时代，印度是宗教之国，是哲学之国。啊，古印度的哲学，在这个地球上，他们那个时代非常发达。他学了12年，经上有记载。12年怎么样？发现所学的都不能解决问题。没有法子叫你脱离六道轮回，他就不学了，放弃了。啊，学了12年。放弃了，放弃了，到菩提树下就入定。啊，那一年他30岁，学佛之后，我们了解了，19岁出家是放下烦恼障，30岁
放弃求学了，是放下所执障，到菩提树下入定，回归自信，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就开始教学。教学是非常有体系的，它不是乱来的。等一下办学校，先办小学，讲阿含。阿含是小乘，就小学，12年。我们今天小学6年，佛陀的小学12年。根扎的厚啊！12年之后提升，方等8年，好比是中学，给进入大学做准备的。中学跟小学联合起来，20年来，20年之后办大学。学生都提升了，大学讲般若智慧教了多久呢？22年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，般若几乎占一半，这是他主要要说的，要教的。最后8年是研究所，帮助菩萨成佛，拿到佛陀教育最高的学位。同学们在此地要记住，佛教里面的佛陀、菩萨、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，跟神仙不没有关系。学位的名称，佛陀好比现在大学的博士学位，菩萨好比硕士学位，阿罗汉是本科毕业学士的学位。这搞清楚啊，他是教育，他不迷信呐。49年教学，没有听说佛陀哪一天放假，没听说。有教无类也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啊！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信仰，你只要跟他学，他就教给你。你想学什么，他就教你什么。他什么都通。他跟谁学的？没有老师。他怎么能教？他开悟了，自信里面智慧流出来，那是圆满的，不是从外得来的。我们对于这个事情要搞清楚，要有信心，我们才会有指望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找不到老师，没指望。很难相信啊，但是是事实，不是假的。那我们再回头看看，在中国有一个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他开悟了，也是世出世间什么经典你问他，他都会讲给你听。他没学过五祖跟他上课，那是晚上，就那么一次跟他讲经案件，讲大意嘛，不认识字，用不着经本嘛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开悟他的毕业论文就20个字。
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五祖一听，行了，衣钵就给他了。啊，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，别人不服啊，怎么办？躲藏起来，等到缘成熟之后再出来，他在猎人队。帮助猎人烧饭，伺候猎人，15年了。15年之后，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忘了，他出来了，无师自通啊！啊，开悟就通了。所以，佛法的教学是教什么？是教你开悟。啊，用读书的方法是对于喜欢读书的人。今天讲知识分子喜欢读书，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。读书是修定，不是叫你，哎呀，这怎么讲话，那怎么讲，那定就完了。啊，不许可你研究，你只要字没念错，句子没念漏掉就行了，1000遍念下，哎，得小定，开小智慧。2000遍下去了，得大定。3000遍下去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看到一段记载。法达禅师啊，在没有遇到门大师之前，他天天念《法华经》，念了3000遍，《法华经》很长，分量很大，念一遍大概要一天，总要10几个小时。啊，念一遍，那么3000遍就是10年，见六祖，啊，向六祖请教，六祖告诉他，《法华经》我没听过，明年给我听听。《法华经》总共28品，他念到第2品，六祖听了，行了，不用再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跟他讲《法华经》，他开悟了。他为什么能开悟？他有3000遍《法华经》那个定功啊，法华三昧啊。所以高人一点他就通了啊，他这一开悟，一经通，一切经全通了我们看了不能白看了，他们做榜样给我们看的，我们如法炮制也行啊，没老师也行啊。啊，你先念3000遍，你看看，永明延寿大师他也是读《法华经》。啊，传记里面记载，他念《法华经》10000多遍了。你就知道他定功多深。啊，心里头
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就是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，他全得到了。自信般若智慧流现出来了。你看他的著作《宗经录》，《宗经录》就是小藏经啊，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重点全掌握着，净土宗第六代祖师。禅心它表现得圆满了，不但是一不是二了，宗门教下全通了。他那种修行一天100多桩事情，我们一般人做不到。所以这个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。现在还有个样子，胡小林居士，他住在北京。最近6年，他念一部《大乘起信论》，他告诉我，证明了古人这两句话千真万确，一点都不假。他没人教他《大乘起信论》，念了1000遍，一天也是念好几个小时。1000遍念下之后，他又开悟了，小悟。第二个1000遍圆满的时候，大悟。看古今大乘起信论的注解，他知道哪个注的对，哪个注错了，有这个能力了。现在的3000遍，都满3000遍。他说第二个1000遍，感觉说比第一个1000遍看得义理，看得深，看得广。3000遍更深更广。这些给我们做榜样。如果我们能够跟其他宗教接触，你会发现孔子的智慧谁教他的？老子、庄子的智慧谁教他的？再往上去，尧舜禹汤历史上成为大圣人，他们留下的教诲谁教他的？无一不是无师自通。那个自通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心清净，心里没有杂念。掉到什么程度？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眼见色，在色相上磨练；耳闻声，在音声上磨练。吃饭不能白吃了。舌根在味尘上磨练。练什么？不起心，不动念。
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就练这功夫。啊，完全回归到自然，回归到自性。这就是三昧呀，这就是真定啊！啊，这就能开智慧啊！所以我们穿衣吃饭都错了，不会呀。吃饭是讲究味道啊，这个很喜欢吃，多吃几口；那个不喜欢吃的。就摆到旁边，啊，衣服要选自己喜欢的，款式、颜色，这都是搞六道轮回的。修行人从睁开眼睛，一天到晚在境界里头练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用什么方法？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方法无量无边。啊，海贤老和尚用一句阿弥陀佛成功了。啊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九十二年，眼见一切色，阿弥陀佛。好看的阿弥陀佛，不好看的阿弥陀佛，通通归阿弥陀佛。没有自己一点意思在里头啊！听音声啊，音乐阿弥陀佛，噪音阿弥陀佛，完全不受外面干扰。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念了九十二年了，功夫了得。112岁还爬树哎、啊！啊，有些信徒就看他，他庙门口有棵柿子树，他爬到树上去折柿子给大家吃。啊，有人把这个镜头拍下来，让我们看到。啊，说明什么？年岁大，体力不衰呀、啊！啊，这是怎么成就的？境随心转，他的心不衰，他的身就不衰。他心清净，身就清净。是这么一个道理，我们要从这里建立信心的啊，这个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难呐、啊！起心动念很微细，我你看一秒钟，2240兆。这个生命我们连概念都没有啊，你怎么能把它止住？不可能。所以要用方法啊，一般的方法读经，读经的时候妄想不会生起来，杂念不会生起来啊，也用不着分别执着，老老实实念下去就好。讲求变数啊，1000遍的时候做一个检验，看效果，再然后2000遍再做一个比较，信心就升起来了啊。3000遍。就有大受用啊！法达禅师
三千遍《法华经》，他能开悟。永明延寿大师也是读《法华经》，读了一万多遍。啊，他称为禅宗的大彻大悟，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。他晚年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在外国，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是个很大的宗教，他的信徒全球有15亿人，创教的教主穆罕默德，穆罕默德跟六祖一样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哎，他能讲出一部《古兰经》，他跟谁学的？啊，《古兰经》是他讲，旁边人笔记把它写出来。啊，是回教里的主要的一部经典。都是无师自通啊。我们要相信啊，理是一个啊。方法就那么单纯了，就叫你专注，用什么专注没有关系，你喜欢用哪一种你就用哪一种，只要专注，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压下去，把它消灭掉就成功了。啊，压下去是功夫得力，消灭掉是功夫成就。啊，我早年学佛，老师教我看破放下。啊，相信，明了相信，这是看破啊！看破之后最重要的放下，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。啊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啊，不论是善事、恶事、大事、小事，全部放在心上，你就对了。放在心上生烦恼啊，烦恼不能成事啊，智慧能成就大事，烦恼不行啊。啊，所以希望同学们。啊，我这一生没有讲堂，没有道场。啊，教学，我们用网络用了20多年。啊，用卫星电视，今年是第14年。14年，今年15年，14年，03年元旦开播的，我把这些都讲给大家听，希望大家记住，真肯学，没有一个不成就，不怕苦，啊，要修忍辱波罗蜜，什么都能忍，啊，你一不行。一生就守住一部经，决定不改。啊，10年之后，你就是专家，你就是世界上一流的学者。啊，你学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的专家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也不长，只有5000字。啊，你要学这个，一天至少要念30遍。啊，10遍太少了，力量不够，30遍、50遍很好，
念上十年，大悟、小悟、大悟、彻悟，你慢慢都得到了，才能够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。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毛病统统都念掉了，啊，你可以得到清净法身了，法喜充满了，自信里面的慈悲心生出来，大慈大悲，啊，怜悯一切众生，教导一切众生，成就一切众生无量功德。啊，底下又说，此菩萨随身寂静，啊，这境界喜欢寂静，观一切法平等。为什么？一切法都是自性变。你可以常常念这一句，慧能大师说的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万法的体是自性，自性是一个。啊，法无量无边，一个自性生，它是一体呀。所以他平等呢，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啊，正念不为诸法，你要是对一切法里头起心动念，这个念头就不正了。正念是什么呢？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啊，摸得清楚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修这个，这叫真修行。啊，随顺深入。啊，随顺这两个字用得好啊！啊，清净心随顺，平等心随顺，大彻大悟随顺，境界不一样。啊，阿罗汉的境界，菩萨的境界，啊，大彻大悟是佛境界，啊，一切诸法。再看下面，清净之心，分别诸法，啊，要用清净之心，之心就是真心，没有委屈的现象，修平等观，深入具足，是为第二顺人，此皆如顺人。你看，都是讲的功夫啊，修行的功夫啊。看到这个世界，行善积德欢喜，好赞叹；看到众生作恶，也不回报，也不需要制止，啊，不要起心动念。这就对了。啊，我种类很多，
能教的要教，不能教的不教。为什么不能教的？他业障深重，他会怨恨你。啊，他说你咒骂他，这样给人结了冤仇，冤仇结下去麻烦，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所以我们都要修忍辱，决定不跟人结冤仇。啊，他诽谤我，他侮辱我，他陷害我，我不放在心上。心上没有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。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不想再在这搞轮回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要能忍呐，忍才能成就自己的道业。不能忍，跟别人争论，不是好事情。啊，这个道理对于自己一生成功失败影响很大，所以不能不知道啊，还要深深的明了通达，表现在日常生活行为上，一团欢喜啊。啊，怨恨我的人，回报我的人，障碍我的人，他对我不了解。他如果了解了，他会欢喜。怎么能怪他？啊，不可以怪他。啊，不但不怪他，还要感恩他。我们每天讲经念佛都回向给他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替我消业障啊。这一世学佛了，造的业障少一点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下的罪业无量无边的，这些人给我消业，给我消重业，我应该存感恩的心啊，决定没有对立，决定没有报复，决定没有批评，完全接受了，接受在一句阿弥陀佛之中。这是念佛人啊，别人不能理解，阿弥陀佛理解。别人不欢喜，阿弥陀佛欢喜，我们会很顺利往生到极乐世界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事实。那下面这两句意思很深，又曰：此菩萨不见有法生，不见有法灭。这个菩萨是什么菩萨？化身菩萨了。他没有见到化身的，他所接触的是生灭相。化身菩萨见一切相，不生不灭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没有生灭。就像我们一个明白人啊，看电影看电视这个画面有生有灭了，有生有灭是凡夫完全着了相啊。啊，像我们前面所说的
今天的科学家、量子力学家叫他来看这个电视，电视的画面有没有生命，他可以告诉你不生不灭。为什么？一个画面占多长的时间？2240兆分之1秒，你说它是生还是灭？1秒钟生灭2240兆次，所以这个生灭等于不生灭。那科学家会点头啊，他了解事实真相啊，这个频率，这么高的频率是整个宇宙活动的，都是这个频率。谁看见？佛经上讲8D以上，这个位置高啊。同样是化身菩萨，化身菩萨有41个阶级，这是41个阶级最高的4个阶级。你看，8D、9D、10D 等觉，这是最高的四个层次，他们的功夫跟佛差不多平等了。但是他就差这一点，他不能融入法身，不能融入常寂空，他还在十报土。一定要证得妙觉位，就是无始无明习气断得干干净净，确实没有了，他就到常寂空去了。十报土呢，没了。十报土不是生灭。它有隐显，没有缘的时候它隐了，没有了，那没有了不能说它灭。有缘的时候它起来了，起来不能说它生。真的是不生不灭，它不是生灭法。一切法从缘生，所以缘生范围包括的非常大。看他有没有缘。下面有解释。我们时间到了，今天我们学到此地，底下何以故是解释。这个底下的意思很深。那么这一段这个经文，我们学会了，会很有用处，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境界。因为你不了解它，不能忍了。了解之后呢，受人家怎么样的侮辱，也要一笑了之。天下太平，没事啊。过去有冤结化掉了，不结来生的怨恨。真正消业障，断烦恼，成佛道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说到此地。